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六号选手何雍容 Rita。爸妈叫我雍容这个名字呢，是希望我成为一个雍容典雅、温婉大方的人。然后在现实中呢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神经，朋友们都叫我小太阳。喜欢音乐的我更喜欢把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，所以我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 DJ， 这样我就可以把更多好听的歌曲通过广播传递给大家。请大家记住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给我投票哦。我是六号选手何雍容。